怎么那么小肚鸡肠啊？没擦擦汗吗？哎，大家擦擦腰，快看啊！我还没啥子擦啊！笑什么笑啊？没看我两口子恩爱爱啊？怎么我是破防百里？嘿嘿，打人！嘿，没说你，我说最好你别老跟我套近乎。哥们儿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，但是听你该吃醋了，特别好。真的是？怎么不是真的？昨晚住雨水屋了？我不信。不信晚上床歌听见。两个不会做饭的人凑在一起了，你不该扔下菜就走，你该帮他们做顿饭。给刘大哥啊，管不着。嘿，他现在已经不是许大茂的媳妇了，你不该恨他，要恨呢，你也该恨许大茂不是？你要那么说也是。行吧，晚上给他们做顿好的，省得龙老太太又骂我。你放心吧，啊，得嘞。李大爷跟你说什么呀？嗨，于海棠，就说呀，于海棠那男朋友跟他吹了，让我赶紧发起进攻。我不信。你信什么呀？你问于海棠去。就跟我多爱管闲事儿似的。就跟我多愿跟你说似的。其实秦和如你不知道，我特别不愿让大伙知道吧。其实我不爱搭理你。我也不爱搭理你。秦师傅，别广播吧，没呢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那个，你跟杨卫民吹啦？吹了。刚才跑我这儿死皮赖脸的，被我一通臭骂，那种叛徒，我后悔早没认进他的丑恶嘴脸。他能死心吗？可不嘛。不过我昨天晚上已经住进你们院里去了，傻柱真给我面子，还让我跟他妹妹住一块儿。哎，秦师傅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事儿来了？我们车间都在议论你这个事儿，说让我过来核实一下，好给你再介绍个对象。你赶紧让他们靠边站，就你们车间那些人，没一个瞧得顺眼的。还别说，我看就傻柱下放到你们车间还有点意思。干什么干？说心里话，娄小子，你呀，这也就是跟许德茂离了婚了，你能吃上我做的饭，就我这手艺，啊，没点德行的人想都甭想。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不就会做饭吗？你到外面看看，一个大男人，但凡有点手艺的，谁学厨子呀？伺候人的手艺，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这是你说的哈？我说的怎么了？你还拿菜刀砍我？没法伺候。哎，摔刀干啥？学菜。你也就沾着老太太光了。哥，你老唠。老太太呀，吃了几天我做的饭，越吃越馋，天天要打牙祭。这猫似的，怎么惯怎么有。他骂您是猫？不可能。要说许大茂骂我呀，我信；要说傻柱骂我，不可能。哎，听听啊，听听，什么叫公道自在人心？什么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？老太太就是搬弄是非，只能搬起石头砸自个儿的脚。老太太嘴馋耳朵不馋，人不听信谗言。罗小哥，你啊，你就是谗言的制造者，你。哎，老太太，你怎么不算好赖人啊？你是好人，可你不聪明啊！哎呦，傻柱是好人，
杀猪聪明。对喽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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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您不盛名的老太太。听见没有啊？听见老太太的评价没有啊？傻柱傻柱，这个傻柱那个傻柱，傻柱你们叫的？谁叫我傻柱？他自个儿就是傻子，对不对，奶奶？就这个傻子龙小娥，简称傻娥。哎，就这么叫。没错，他呀要跟你比可差多了。别看小娥大家闺秀，模样长得又俊，心眼儿可傻了。不是好赖人儿。哎呦，公道老太太，哎呦，我太欣慰了，有句公道话就行啊。这顿饭我做了，知道。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那是你们家许丹吗？瞧见没有，这么好的肉，说心里话给你吃可以，真的，你以前对老太太不错。但要许丹吗？我他妈喂狗，我说话呀，啊？词儿不挺多的吗？斗斗嘴，是吧？与人斗，其乐无穷。我愿意跟你斗。知音说与知音听，不是知音莫与谈。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遍。人情似水分高下，世事如云任卷舒啊。别拽那臭词儿，你说人听得懂的话。听不懂就闭上你的臭嘴。厕所里摔盘子，你臭词儿不少啊！你不出三天，我震你一跟头。你个臭小子！